一哥，他怎么在长东西？什么？唐立国！去看你闺女了吧？那天我骗了你，孩子我留下了。你要是喜欢，你回来咱们一起把她养大，你看行吗？ 有很多事情是很难想得通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我想明白了，过去了的。永远不会回头。抓紧你身边的，千万别松手，因为情感才是人类唯一的依靠。我们太渺小了。 兄弟，你醒醒！兄弟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，兄弟啊？啊！快点给我找件衣服！找啥找？你光着吧你呀！还给你找衣服，多好看呢！光着。